年的时候评估还在用三年，所以我差六年往下去做它的折旧费用的计算成本的分摊，所以剩下三年没有残值，所以我是180万除三，所以每一年呢，而且要采取直线法，所以每一年提列60万的折旧费用，所以呢差六年12月31号我就借折旧费用60万，再累计折旧60万。对。好，这是差六年底我做的分录。好，所以如果按照差五年的一个资料，我延续到差六年的话，我做的折旧的费用呢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。好，这是假设没有下列的问题。他说，我们看一下357名这个例子里面呢，他演下去，他说。假设差五年呢，有关我们要做这个差五年有关的那个减损的相关的调整分数。第一个，如果这个机器没有办重估，我就这样子写，它没有办重估，好，之前没有办过重估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写。好，如果它之前有办过重估，第二个情况，它如果呢这个之前呢有办理过重估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股东权益里面还有未实现重估增值50万。好，记得吗？我们说在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有谈到资产重估。那我资产重估的时候，我是借资产，比如说我是房屋重估，我是借房屋贷资产重估增值。那这个资产重估增值呢，它不会直接影响到损益表，它是放在权益里面。那这个资产重估呢，可以跟着什么？它的资产重估有两种处理方式，一种方式是每一年我跟着折旧费用，好，就说折旧费用，因为我重估之后，我的折旧费用是不是变高了？因为它的成本增加了嘛，账上金额增加了，所以它每年提的折旧费用变多了，所以我就跟着折旧的那个金额去做调整。所以从资产重估有两种方式，是按年好跟着折旧费用的搭配，然后转为。承认为保留盈余，资产重估如果重分类的话，直接是调整到保留盈余，没有忘记吧？好，资产重估，我们第二章讲过，资产重估增值，如果它重分类就实现了重分类的话，我就把它调整为保留盈余，所以你到时候是借资产重估增值再保留盈余，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折旧性资产，每一年因为折旧费用的计算而调整重分类为保留盈余。另外一种方式是，我等到整个实现完了再一次转为保留盈余也可以，这是有两种处理方式。那这里呢，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方式没有关系，他只告诉我说，反正在我的股东权益里面还有一个未实现重估增值50万，所以如果他之前做过资产重估的话，当我发生减损。我就先去冲我之前还没有摊销完的，或者是把未实现重估增值转列掉，好，就是把它转销掉。好，如果像刚刚那个例子的话呢，第二种情形是我之前有做资产重估咯，那我之前有做资产重估，我就这边先写未实现重估增值，把它冲掉。好，或者是你要写未实现资产重估增值。因为它有50万，所以冲掉50万之后，你承认的减损只有20万。这样看懂吗？好，所以第一种情形，如果他之前没有做过资产重估，那我就70万全部都承认减损损失。如果之前他有做过资产重估，那我就是什么，把未实现重估增值原来在代发，我把它冲掉，50万冲掉，可是不够啊，我们的损失一共有70万，所以我就承认20万的减损损失，这样看懂吗？这是第二个，如果你有办过资产重估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357页底下就做了这两个分录，好，那差六年呢，不管你是做第一个分录还是做第二个分录都没有关系，好，因为呢，你最后所承差六年你所承认的折旧费用都是一样的嘛。都是一样60万，因为你又逼着有之前有做过重估增值的，你还是代计累计减损，没有也是代计累计减损，所以你不影响你后面所要做的折旧费用，所以第二个你差六年的折旧费用就是什么60万，在358页，好，
低，最上面写它的折旧费用就是60万。好，事例二就要讲了，如果我有回升，好，我们要把这个例子讲的是，你有把它，因为它有减损之后，你有价值回升，在你的减损范围之内，你是可以承认回升的。好，你有损失，你有承认这么多，你要不要建立一个观念？你有承认这么多的损失，你才可以承认这么多的价值回升。好，你没有承认这么多的损失，你就不能承认那么多的价值回升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我的回升的金额不能大于你所承认的减损损失。好，因为它叫做价值回升啊。所以回升是你前面承认这么多的损失，你才有这个空间可以回升。好，所以你要记得这个观念，在会计里头有很多像我们的存货叠加损失也一样，我也承认这么多的叠加损失，当它价值回升的时候，我是可以在这个承认损失的范围之内去做回升，但是我不能承认回升的金额超过我前面所承认的减损的金额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有。好，因为在会计处理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。好，事例二就来谈它有发生回升的状况了。好，他说呢，差六年宜安公司呢再重新评估，好，发现呢它产生有利的影响，利息有利的影响，所以它的可回收金额在差六年维持是180万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应该这个如果有这个它的做差六年的减损的分录哈，就是对，做差六年的调整分录，那跟前面一样，假设他前面有承认减损损，前面有做重估跟没有做重估的会计处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。我们看一下呢，我做了这样的假设，差六年呢，12月31号，差六年的12月31号。因为呢，我前面的累计折旧已经调整为310万，所以我的如果做了这个那个折旧费用之后呢，我是剩下120万的账面价值，对不对？我的累计折旧从250万调整为310万，那我累计减损因为还没再重新做调整，还是70万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去做调整嘛。好，那第一个，如果他前面不曾做过，假设前面我们先讲绿色的那个笔哈，绿色的笔的写法是，我承认减损损失70万，那我现在价值回升了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呢是120万，然后我现在的可回收金额还是180万，差六年还是180万，中间差了60万。好，我价值回升60万啊，因为账面价值剩下120万，然后呢我的可回收金额是180万，那我们这两个比较起来是回升了60万。第一个，你去检查你这个回升的金额有没有超过你前面所承认的减损损失。没有啊，我前面减损损失70万嘛，所以我现在回升60万。 OK 呀。好，那第二个门槛，也就是说我前面承认，假设我第一次我是没有承认我没有做重估，所以我承认的减损损失70万。那我们现在刚刚讲到说，我要先去第一个门槛是，我可以承认的价值回升的金额不能超过我前面所承认的减损损失，这是第一个门槛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因为我价值回升60万，我前面承认的减损损失70万，所以没有问题。但是这样子我就全部可以承认吗？也不是。第二个门槛，要去假设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这个减损的情况之下，到差六年底应该有的那个账面价值。好，所以第二个问题，好，第二个门槛，好，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这个减损的话，好，就是没有这个减损损失的话，我差六年底应该有的账面价值是多少？原来把它收在里面是因为它没有水，所以我本来想很高兴找到一只不一样的颜色。好，500万，然后我现在是不是剩下
250万，记得吗？我们刚刚讲说，因为我们假设回到刚刚来看一下，我的账面价值在差五年底250万，因为我的快折旧方法是直线法，然后没有残值，然后只剩三年，所以250万我去除三年，所以每一年要提的折旧费用是83万3333。如果我每一年提列折旧的话，根据前面那个例子，这样我知道我在算什么吗？知道我前面在，我现在算什么吗？我说第一个门槛是，我有承认这么多的损失，我才可以回收这么多的金额，这是第一个，它的天花板，你不能超过这个天花板。第二个门槛是，如果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，没有这个减损之下，它应该有的账面价值，我回升之后，它的账面价值不能超过那个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用刚刚那个例子，它在差五年底，它的账面价值现在250万，然后还可以用三年，没有财产直线法提列折旧，所以250万除以三，每一年提列的折旧是833333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都没有提列这个减损的情况之下，到差六年底的累计折旧是多少？是333333。333。好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的账面价值是166万。好，如果从头到尾都差五年底我没有承认这个减损的损失的话，我到差六年底为止有的账面金额是166万6667，对吧？好，因为我刚刚说我们的账面价值剩下差五年底剩下250万，去除三年，这样直线法，所以我的折旧费用是833333。然后呢，加上原来的累计折旧250万的话，我就是333333。好，所以500万减掉我的累计折旧，我的账面价值是166万6667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的可回收金额是180万。如果我全部，我刚刚说了，我的减损承认的减损损失有70万，那我70万全部回转回来的话。全部回转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现在不是，对不起，我的减损损失70万，我现在的可回收金额是大于我的账面价值有60万，所以我60万全部回转，没有超过我承认的减损损失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可不可以承认这么多？如果我承认回转60万回来的话，我的账面价值就180万呢、啊，就高于我前面所讲的。我刚刚讲说，我第二个门槛是假设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的话，我到差六年底应该有的账面价值，这个是我不能超过的。回调整回来之后，我不能超过的金额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我就不能承认，我就不能回转六十万这么多。因为我如果回转60万，我的账面价值就变成180万。超过我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发生之下应该有的账面价值，这是我第二个门槛。好，因此我承认的减损的回转的金额哈，166万600，应该是我的可以承认的60万，然后去应该是166666减掉120万，就我可以承认是466667，我可以承认回转的金额。差六年12月31号，我除了做了这个累计折旧计算之后，我要把我的累计减损减少。好，那我的就是什么价值回升利益。46万6667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我做了这个分钟。
就知道是不是有满足我刚刚所讲的，它不能超过166,667的当初价值。好，因为我这边一样是310万了，因为我还是要做累计折旧是60万。好，那我的结案是累计折旧呢，累计减损的金额调整了，从原来的70万累计减损，原来的70万，我现在转了466,667。好，在借方，好，所以呢，我的账上贷方的金额就是70万，是233,333。233,333，所以你500万减掉310万，好，500万减掉310万，减掉233,333，所以是不是19,667？所以是不是跟他一样？没有超过，假设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减损之下应该有的账面价值，所以我就回转这个金额，这样看懂吗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我们在初判可能讲过的。好，那如果你前面有承认，好，前面如果你有做了资产重估，这是第一个，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减损的话，那你做的转那个调整分录啊，价值回升的分录是长这个样子。如果我前面有承认资产减损，那我对不起啊，我承认前面有做资产重估，那我刚刚也讲过，我的回升，如果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我前面你可以看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承认这个减损损失只有20万，因为我有50万的价值回升利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前面承认累计减损里面有20万是损失，50万是充未实现重估增值。那我刚刚讲说你前面有这么多的损失，你才可以回升这么多的金额，那剩下来的怎么办呢？因为我的累计减损还是要冲掉这么多金额啊，所以如果你前面有做减损，有做重估的话，我的减损的金额只能回升20万，剩下来的呢266,667。没办法，我还是不用这个颜色写266,667，就承认为什么？承认为我的未实现重复增值。就把刚刚原来的科目转回来。但是呢，全部有50万，你没有转那么多回来。好，这样看懂吗？好，这边我只能乘20万，因为我前面我刚刚已经强调了，你有这么多的损失，你才能够回升这么多。我前面只有承认20万的损失而已，所以我最多只能回升20万。那剩下来就是我的未实现重估增值的回转。这样看懂吗？好，就是。358页的第二示例二，好，未办理重估就全部都是什么未实现重估增值，就是全部都是什么资产回转利益，或者是未实现重，应该是说我也可以写减损资产减损价值回升利益，好，也可以，或者是像那边写的那个减损回转利益也可以，好，反正意思是一样的。那叫做利益就是什么？属于两个科目，没有问题吧？好，这样看懂吗？就是示例二所做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跟我们初判有什么不同？多了一个，你有没有办过重估的问题？好，这样清楚吗？这是示例一跟示例二。我说示例一跟示例二，其实大概80%都我们初判有讲过的。好，怎么去承认你的减损？怎么去承认你的回升？好，那第二个20%是我们初判没有讲过，说如果你有之前这个资产有做过重估增值，那你如果有做过重估增值，发生减损的时候怎么做？那回转，当然它价值回升的时候你怎么做？就是那个第二个状况，这样看懂吗？这样了解吗？请问可以吗？OK 吗？好。那
个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这是初会里头所讲的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讲后面的如果有重复的。